讲完这个现实价值之后，我们可能要去了解，长远价值，长远价值，这个现实价值跟长远价值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如何在追求现实的价值的过程中，能够实现长远价值，这个是不是我们大家关心的一个问题啊？我想我们很多人都会关心。那我们现在的人呢，我们在追求现实的价值，我们可能只顾现实价值，所以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呢？比如说我们在做企业的过程中，我们可能把身体做坏了，我们可能把心态做坏了，我们可能把家庭搞得乱七八糟的，我们可能为了赚钱，我们不择手段，结果犯法了，或者说我们为了赚钱，没有能够很好的去，用这种讲究这种诚信啊，最后造成社会对我们的不良影响。那么这样的话呢？这种现实价值跟长远价值就是对立的，就是对立的。只有现实价值，而且这个现实价值它还会有很多麻烦。那我们如何能够在实现现实价值的同时，我们同时也能够实现长远价值？我想这个是我们企业家大家关心的问题，我想每个人一定都会关心的问题。那这个从佛教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要把这个现实价值延伸到长远价值，其实就是有两样东西，有两样东西，这个一个呢就是道德，一个就是利他。当然法律也是道德，法律是道德的最低的道德，最基本的道德，它就是用行为规范。那就像我们讲这个企业要讲究诚信，有诚信啊，我们这个企业呢才能走得远，能够确保我们这个企业啊能够安全的往前走，能够走下去。当然这里面安全的往前走，这个除了道德这个利他之外，还要有什么呀？其实也要有智慧的。尤其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这个整个这个社会发展这么快，市场竞争这么激烈，我们要有这种开放的胸怀，要有学习的能力，我们能够快速的更新和提升我们的这种管理机制，我们才能够跟上这个社会的发展，否则的话光有道德和利他也是不够的。所以这个管理，这个管理就会非常的这个重要。然后除了我们有先进的管理，那我们它确保我们的这个企业啊能够这个正常的运行，能够这个健康的发展。但是我们要走得远，我们要做得大，其实呢还是要有这个道德和利他，这个所以道德呢它会保证我们不出问题，保证我们能够安全的往前走，那么道德也包括我们刚才讲的比如诚信啊，
然后同时我们要有利他的精神。我看这个像这个稻盛先生啊，他的这个哲学啊，他其实就是践行这样的一种精神，一种利他的精神。这个他在做企业的时候，他会考虑到这个我做这个企业到底是利己还是利他，首先问自己，然后问清楚了，知道我这个企业是利他，那我们要利他呢，真正的就是这个利他包括我们企业的高层，包括我们企业的员工，也包括社会大众，我们真正带着一种这个利他的精神去做，那么你才有可能让这个企业，才有可能真正的让大家都成为这个企业的主人，因为你知道你是在为大家做的，那每个人他都会有主人翁的精神。如果你在做企业的时候纯粹就是以你为中心，就是在为你服务，大家都是在为你服务的，那这个就很难了，那凭什么大家要为你服务啊？虽然说这个稻盛先生他有这一套阿米巴的这样一套管理方式，可以人人都有这个经营意识，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作用，但是事实上他也要一个前提，这个企业主真正他有这种利他的精神，他才有可能能够充分的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把大家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所以呢，这个从佛教的角度来说，这个利他，这个利他呢，它就是福报的源泉。当你升起利他心的时候，这个利他的心理基础是什么？是慈悲。然后有慈悲，慈悲就是福报的源泉。所以福报从哪里来的？从佛教来说，福报的根源就是来自于我们内心的利他心，来自于我们的慈悲心。当我们有这种利他的精神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尊重、扶持。当我们有利他的精神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广结善缘，能够广结善缘。所以现在这些很多大的企业，这些互联网公司啊，他们都非常重视这个利他。比如说这个淘宝开店，这个还是很多互联网门户网啊，很多邮箱都是免费原则。他通过免费，然后跟大家能够广结善缘。当然广结善缘之后，他就会有很多很多的人脉，有很多的人气。有了人脉啊，他就可以做广告了。这个，所以这个从佛法来说呢，它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利他你就会有福报。这个是我们能够把这个现实利益跟长远利益挂钩，除了我们有合理的经营智慧，这个经营的智慧之外，那么我们这个道德和利他是让这个企业现实的利益连接长远的利益的，这个一个关键点，一个关键点。所以这是我们需要，我们需要认识的，我们如何让我们的企业从现实的价值延伸到长远的价值。